们现在投影片可能有一些故障问题正在处理当中，但我相信这不会影响我们的敬拜，因为敬拜是由心而出的，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主啊，我们看到主啊，真的是我们需要来到你面前来呼求你。主啊，在这末后的世代，主啊，愿为父的心都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为父，免得我来咒诅偏地。主啊，孩子要求你在这个世代当中，让我们彼此的心对望，让不同世代的心我们互相对望。主啊，我们要同心合一的来到你面前。主啊，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的心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一起来寻求你，一起来呼求你。我还相信你的荣耀就要降下在你的教会里面，来预备好你的教会。所以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谦卑的来寻求你。当中，我们欢迎你，主啊！任何人、任何事物都没有办法影响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敬拜。主啊，孩子啊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在今天早上我们敬拜有个突破。主啊，越多事情发生，我们越知道突破的时候到了。主啊，越多事情发生，我们知道突破的事情要到了。主啊，愿你的孩子们都醒来，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回转来到你面前。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，主啊，都进入到至圣所来敬拜你，来呼求你。因为这块土地需要你，主啊，我们需要你，主啊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寻求你面，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，定义单单跟随你。祝我们是属你的子民，求赐下父神的心，我们要回转向你呼声，也要看见复兴。我们呼求你阿爸父，舍利的宝座在这里，你闭着眼看侧
的全能的君王，我们欢迎你，我们呼求你阿爸父，圣灵的宝座在这里，你闭着眼看着垂听，奉主在这边欢迎你，
Father God, we welcome you. Come to us. Come to us. Father God, we need you. Come to us. 父啊，我们需要你。主啊，来，我愿你再来。耶稣基督，你的教会在这边敬拜你，愿你再来，我们欢迎你。主啊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在天上。主啊，让我们都学习在你的面前放下我们自己的心意。主啊，如同在启示录，我们看到24位长老，他们将他们的冠冕放在你的宝座前，俯伏在你面前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也愿意在今天早上将我们自己放在你的面前。我们以为我们很有能力，但其实没有。我们以为我们很圣洁，但其实没有。主啊，我们以为我们其实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了，但其实没有。但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就是回到你父的面前来呼求你。孩子也相信这样的敬拜是你喜悦的。主啊，帮助你的教会同心合一的在你的面前来寻求你，来呼求你。我们看到在这个地上，在这个世上有许多的事情发生。主啊，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无以为力，无能为力。主啊，但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就是同心合一的来寻求你，来呼求你，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，也求你来帮助我们赦免我们人的罪。主啊，让我们同心合一来到你面前。我们欢迎
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我们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欢迎你。主啊，我们算什么呢？但你竟为我们而死，用你大能的手带领我们脱离那黑暗的国度，迁到你爱子的国度里。主啊，在你的面前我们就只有感谢，主啊，我们就只有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主啊，我们可以为你做的实在是很少，实在是不多。主啊，但为父的要孩子做什么？主啊，不就是单单的回转投在你的怀抱里面。主啊，在今天早上，当你的教会、你的众儿女们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，孩子就求你，你的心意要向我们显明。主啊，当我们的耳朵靠在你的胸膛上的时候，愿我们都听见你要对我们说的话，愿我们都听见你的心跳。主啊，你说得力在乎归回安息，得救在乎平静安稳。我们真的需要来到你的面前，在你的里面才有平安，才有力量，才有真正的救赎。主啊，愿今天来对你的众教会来说话，来对你的孩子们说话。我们在这边，我们耳朵都打得开开的，心都开开的。主啊，欢迎你对我们说话，欢迎你再来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。好吧，在你坐下前跟你隔壁说，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